随即合成小木板，能合成虚无胸甲，直接穿上。咱们的血量非常高，而且现在我们的效率已经高到不用镐子挖了。知道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吗？我用了这个末影疾风之刃飞上来的，下边有一个蜘蛛想咬我，他居然想咬我，我直接就飞走了。哎呦，哦，原来虚无胸甲有掉落伤害的一个免疫，不，应该不是免疫，我怀疑是防御力太高了啊。又是一个蠹虫吗？我看我有没有冰菊，我有冰菊，那这蠹虫我先不要了，不是，这冰菊我先不要了，我要蠹虫干什么呀？哈哈哈，咱先飞到没有的资源这里搞点木头，我现在快饿死了，知道吧？没有那种回血的东西，漂亮，一个木头等于四个金雕，兄弟，兄弟，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种矿石？因为我现在没有熔炉，得到矿石锭的概率非常小，在这种世界被打乱的情况下，能拿到这种金锭是吧？那是非常好的啊。搞个最少三组吧，咱们搞三组，然后一会儿直接找个地方安家。天感觉有点黑了，我的世界没有黑天，赶紧给我亮起来，亮起来！听说各位同学们已经放假了是吧？那以后我的更新速度可要放快了啊！你们寒假想不想遇到一位天天更新特别多期视频的作者啊？那还不点个关注等什么呢？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。夜风大帝带你进入一个狂暴的更新寒假这个阶段啊！咱们这个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啊！咱们后边每天更新的量会非常大。好了，金锭已经来到了将近三组啊，将近三组，那不是三组，还得再来点，还够不够 ？OK， 三组零十二个，这个数量是满意的。我们再搞点这个木头的母体，哎，搞点母体，方便以后我们不用来这个云杉木，做个坐标，记住这是云杉林啊，没有任何其他木头。云杉啊，云杉木，还是拼一下吧，不然我不知道 YS 是个啥啊，这个坐标就不要了。然后我们把家的坐标点就放在这个云杉木旁边啊，就这儿吧，因为我看这儿应该挺秃的。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之前放了个机子啊，放了个机子，把箱子放好，一二三四，夜风的大豪宅，咱们缺点家具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没有门，没有工作台，只有箱子，然后把多余的资源暂时用不了的全塞进去，像这些都是现在用不了的，泥土、炼粉都是破烂，是吧？好，带着这些能用的，我们可以出去浪一手。先做个好坐标 ，YF 加，我们有家了，知道吗？我们有家了。然后找一下我们没有的资源，手里只有一个冰菊，还有一个红花，黄花、西草花都是没有的。哎，这里有就黄花，然后前面应该还有橡木林，橡木林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东西。拴绳，拴绳应该是没什么用啊。X 光家附近有矿洞 ，X 光也不少。哎呦，这什么？幸运方块哦。二楼十年单身，还我一点儿，别一点了，一堆，还真是一堆。虽然啊，二楼单身了十年，我也得到了一堆，但这一堆东西没有一个有用的啊。粘土已经是成品了，对于我们在这种打乱的世界里边没有任何帮助啊。毒马铃薯也没什么用，嗯，也没什么用。这还有个蛋，来，二楼再单身三十年，走你。锄头，他想让我种菜吃，那不可能啊，这里长得很慢的。镐子，哎，木镐可以，木镐可以连锁。木镐可以连锁点煤矿什么的，这个镐子可以留一下，这镐子可以留。现在木镐都是宝贝，兄弟们，木镐都成宝贝了。沙子咱们也没有，来搞四个沙子，然后我们要静静的等待一手合成表被再次打乱。哎呦，我去，丛林台阶我记得等于木板，哎呦，转着了，那我多搞点儿。